水杯，我喜欢这个茶缸子。不，那三种是什么？这是一二三吗？啊，我觉得这个吧。这个？嗯，行。And then 围裙。哦，这个太酷了吧！这个更酷。这两个不是吗？是这。我觉得如果我要给羊驼洗澡，我是肯定要选这个围裙的。应该是做饭的吧。我觉得留这个吧，这个确实是有点热，它像雨衣一样有点热。OK。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围裙？因为这两个太丑了。这是其中里面最重要的原因，最不丑的。对，最不丑的。OK。